好，因为有人提到说我这个字掉掉，例如啦，我先把其他剪掉，我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打完了以后，我想要还要打，不够打。我是天才啊，不够打，你就点它上面有没有复制？两张纸是复制，剪刀是剪刀，你就先点它一下，按什么？复制，旁边这个就叫做贴上，有没有两个一模一样？你要几个你就有几个，再贴一个，你再去改。对，那个文字改成你要的文字。拍手，我刚点太快了，当掉。这样可以哈，就是点你要的，按复制就好了。刚刚有存吗？各位最痛苦的事就是东西没有存，电脑当掉，要考无目屎。各位要小心一点，这个好。对。做咖啡系，哎，我很像用错台。这一个呢，如果要这个，你就按复制，然后再按什么？贴上。有没有生出一个多的？你就把这一个改成你要的名。对，不够几个，你就点这个复制贴上，复制贴上，贴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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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有很多个，有没有一堆了？但是你如果按取消，都没有存。都还是像原本的，好，就不会动到。你如果没有按确定的话，它也不会存进去。好，各位试看看，如果你要再增加一段，你可以用复制贴上。